今天有封面通过我们台湾，全台各地容易出现对流性的降雨，观众朋友要出门特别注意，尤其是西部地区可能会降下大雨。这波封面持续影响到明天，全台各地有雨，要等到周五封面减弱，天气才会逐渐好转。气温方面，随着东北季风增强，台湾北部天气转凉，北台湾温度从早上的26度一路下降，到了晚上会来到21度左右，感受湿凉。其他地区白天大约是27到30度，低温则是23到25度。接下来一块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22度到25度，中部地区23度到30度，南部地区24度到31度，东部地区24度到31度。外岛地区19度到28度，